纤维腺瘤手术以后还会复发吗？纤维腺瘤来说是一个最常见的恶性肿瘤，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发的纤维腺瘤，也就是说你体内里面一般都有多个纤维腺瘤存在，而你发现呢或者切掉呢是仅仅切除一个，其他的会慢慢的长大，手术才能够把这个肿块切掉，而吃药呢并不能达到一个消除肿瘤的一个治疗效果。乳腺纤维腺瘤是乳腺疾病里面最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，多常见于一个青春期或者青年的一个女性，与体内雌激素水平过高有关系。它可以发生在一侧或者两侧的乳房内，也可以是单发的，也可以是多发的。一般来说，肿块是圆形的或者类圆形的，表面比较光滑，质地中等，与周围组织的分界是很清楚的。治疗方式主要是选择为手术治疗，但是很多女性来说，她不愿意手术，主要是因为手术虽然切除了局部的乳腺肿瘤组织，但是体内的内分泌失调并没有得到纠正，它原先的疾病的病因还存在，所以很容易导致一个复发的一个风险。精神紧张、忧虑、焦虑、忧伤或者压力比较大，过度的劳累也是影响内分泌治疗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很容易导致一个乳腺疾病的发生，所以我们应该尽量保持一个愉快、乐观的一个心情。